大佐，失败了。是的，卑职无能，让帝国蒙羞，我愿受责罚。尸体拉回来了吗？ 后事已经安排妥当，我们又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帝国士兵了。我们的计划有漏洞，我真想不出漏洞会出现在哪里。不过，我倒是觉得这个长顺好像不是那么简单。 他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休假士。虽然说他不是新四军的人，也不是中央军的人，可是，在南河镇，他却是一个能够起到很多作用的人。越是像这种民间人物，越难对付。我们很难一下子抓到他的把柄。那我现在就把他抓来，连夜拷问。不行。 这样会使我们失去南河镇的人心。上次我那带他回来的时候，桂枝章阻拦的态度非常坚决，这说明他们是有关联的，所以绝不能采用强硬手段。大佐，那你说我们该怎么办？ 等他出城。师长好。 报告师座，啊！我已经向师部递交过几次请战书了。就我部实力，现在完全可以一举歼灭南河镇竹内支柱的部队。可是为何师部总是迟迟不予回应呢？师兄啊，你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。 我千木人何尝不想放马和日本人大干一场？
日本人耀武扬威，得寸进尺，我这心里还憋着一口恶气呢。可是蒋某人的狐狸，你知道卖的什么药？蒋委员长让我们什么什么？啊，稍安勿躁。你不去打小日本，他也不敢动你，互相钳制。所以啊，你就踏踏实实待着吧。啊，不合适做。 难道要我隔岸观火？这眼看着日本人就这么占领南河镇，我这口气我实在……你小子也不好好想一想，你要是进攻南河镇，那日本人肯定就会从桐庐、淳安一线调兵增援。我军正在向西部移动，到时候想回过头来帮你吧，来不及。你的部队可就要叫人家。 报个饺子喽！请师长到寒舍用茶。夫人请。哎，弟兄啊！是。我听说你可是金屋藏娇，娶了个如花似玉的女人。 今天我给他开开眼呐！安团长的夫人，你开什么眼？哎呀，这看看总可以嘛！啊！师长、夫人，请。玉荣，钱师长和钱夫人他们来了。啊，钱师长好，钱夫人好。听说二位要来视察。 俊雄三天前就叮嘱我打扫房间、预备好茶，准备迎接尊贵的客人呢。哎呀，安太太真是窈窕淑女，大方得体，真是名不虚传呐！啊，对。 绣花闭月，沉鱼落雁。师长、夫人，那人才刚从扬州女子师范学院毕业回来，待人处事尚且幼稚，不到之处，还请海涵。<笑>哪里。师长，请坐。好，不客气。 瞧瞧瞧瞧，你这老婆，这瘦可真是细皮嫩肉的。哎，晚上干活的时候给我轻着点。是。真是粗鲁。夫人，师长不过是开个小玩笑而已。 总副官，钱师长的视察日程是怎么安排的？接风盛宴12点开始，下午2时进行。天下时间安排几位军官太太陪师长夫人打麻将。好，哎，你们呢？去搓几圈，我跟俊雄说点事儿。好啊，玉荣，你也陪夫人去一下吧。好的，夫人请。 杨夫人，请。啊啊！哎呀，俊雄啊，现在这女人呢？ 你别看白天一个个都人模狗样、装腔作势、扭捏作态，到了晚上，哼，那就跟换了个人似的，我都快被累趴下了。
他们还是不依不饶呢。师长，您真是身强体壮，堪超我辈呀！武官在。 谢谢师座的关怀。你们都不知道啊，扬州有叫华贵峰的修脚匠，他的手艺啊可是好的不得了。他给你修脚啊，哎呀，你都不觉得他这是用刀子，特别是揉脚，那可是一绝呀，浑身轻松，舒服死了。 可是我好像听说他让日本人给杀死了。是啊，再想修脚呀，就找不到像他那样的了。夫人想修脚啊？<笑>是啊，这脚啊最近出了毛病，又疼又痒的，什么药都不管用，恨得我啊，真像一把刀。 宰了这个脚趾头！哎，我听说南河镇来了一个好的修脚师傅，是从扬州来的，他的手艺啊好得不得了，没几个月就已经远近闻名了呢。他叫常顺，还开了个养足堂呢。哦，是吗？南河镇离这不远呀，是不是把他请过来呀？哎呦，现在日本兵可把关的紧着呢。安太太。 你想想办法嘛。好吧，既然师长夫人开口了，那我就去跟俊雄说一说。那就谢谢你啦。<笑>不用谢。来来来，我们继续。夫人说的没错，他那个脚啊，总是闹毛病，前天早上就疼得愣是下不了地了。那位叫常顺的修脚师傅准能给夫人弄好。 是吗？嗯。哎，俊雄，那可不赶紧把他给请来呀！是，师长吩咐，属下一定照办。那我这就去请他。哎，你怎么能去呢？啊，隔着山，山路又不好走，就是俊雄不心疼你，我还心疼你呢。<笑>咱不去。师长，您放心，一会儿。 玉荣妹子，不用客气，师长夫人。哎，你别说，这小子还真有两下子啊！你看看我这夫人，有半年多没这么高兴了啊！哎，好，下次他这个脚要再闹病啊，我就是开飞机也去请你。愿意为长官效劳。哎。 我也来试试。啊，好好好。
玉蓉啊，该你了，去吧。去。哎，安太太是不是因为我们在这儿坐，不好意思让我们大家看见您那又白又嫩的小脚丫儿？ 哈哈哈哈哈！那就去吧。哎呀，玉蓉啊，你那个脚总是让俊雄按摩，我们摸不着，那看看也算是过过眼瘾嘛，啊。 说着说着，你就下道，不顾你这市长的脸面。我就是一介武夫啊，心里藏不住话，有什么说出来就痛快。是啊，是是是。我说玉蓉啊，你就去吧，很舒服的。 你总看你老婆呀，你看牌呀？是是，师祖。俊雄啊，别人摸你老婆的脚，你吃醋了？切，他就是个修脚的，你吃的哪门子醋啊？是是，师祖，我看牌呢，看牌呢。 带兵打仗的人怎么婆婆妈妈的？打呀你！打！妈，胡了！啊！哎呀，还封一色，我就等这张绝白板，还门清。安团长，你可真敢打，这么明的牌你也看不出来啊？你是故意在讨夫人欢心吧？ 这可是今天打到现在最大的牌了，16番啊！<笑>说惨了，全归我了，对不起老弟啊！<笑>行，手气不错。<笑>对不起，师长、夫人，我喝杯水。<笑>对不起。好了，我们也歇会儿吧。
常顺师傅，您的手艺很好。哎，你们呢，也是有缘呐。在扬州的时候，就是你给他修的脚。现在跑到这么远的黄远镇、南河镇。 还是你给他修脚，是挺巧的，也算是有缘吧。好了，修好了。啊，谢谢常师傅。 回去跟我爸问声好。啊，知道了。哎，你眼睛瞎了是不是？哎呀，对不起，长官，我那个，养生哥。哎呀，养生哥，你不认识我了？ 关庆生，是我，是我。景山兄弟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我也没想到你怎么在这儿啊。啊，我来修脚的。修脚，给谁修脚？那些关太太们要修脚，我就来了。哦，哎，那你现在住在镇上？我住在南河镇，没在黄原。那秋兰呢？嗯，投河死了。投河死了。 我们上次见面之后，秋兰一直等不到我的消息，她以为我打仗死了。等我从前线逃回来的时候，她已经投河了。命苦。金山兄弟，你现在混得可真不错啊！ 嗨，你走了以后，我就跟着部队打了几仗。啊，立了功，就升了小官。啊，上个月，我的长官调到歙县来了，我也就跟着过来了。他叫我管理军需辎重。管啥？简单说就是粮草。哦，行，现在看你混得真不错，我也高兴。哎，杨胜哥，你现在怎么样？我现在还是老样子，修脚。 先生，兄弟，你先是替我为我爹下葬，又是帮我从前线逃了回来。我真的要报答你，可是我就是一个修脚的，我也没啥报答的。我，哎呀，杨胜哥，自家兄弟不说这个，要不是当年华师傅收留我做徒弟，我早就饿死在扬州城的马路上了。你不许说了，不许说了，都不说。都不说。怎么？还坐。你们认识？我们以前在扬州城就是好兄弟。 那好，再找个时间，你们再叙旧吧。嗯，我们要送他回南河镇了。是，杨胜哥，下次见面我们好好喝几杯。我先走了。杨生，你不是叫常顺吗？那是以前在扬州的小名，我大名叫常顺。行了行了，我送你走。你送我？嗯。那我回去收拾一下。不用了。 你是怎么认识我太太的？以前大小姐找我去家里修过脚，就认识了。又怎么到南河镇的？逃难出来的。一个人？家里就剩我一个人，都死了。在南河镇也有一段时间了吧？怎么不找个人提个亲呢？
你这个岁数，该成家了吧？谁愿意嫁给一个修脚的下脚人？想成家，难的。那是。女人嫁汉穿衣吃饭，谁不想找一个好人家？我可是告诉你，以后我没请你。 你就不要来黄远镇。要知道，现在是战争非常时期，子弹可是不长眼的。万一把你给打死了，你又没成个家，到时候就怕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。收不收尸倒无所谓，不就是一堆骨头吗？不过，你如果不请我， 这个呀，这是春上采的大叶子茶，我都没舍得喝。你可别小看了它，能润嗓子，能明目，还能化痰呢。<笑>你看，你总是那么尽心来照顾我，这让我说什么好啊？哎呀，都是苦命人，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？好姐姐，那好，我就不说谢了。<笑>当永兴堂开业唱大戏的时候，我就坐在第一排，盯着你看。 我看你能不能把我给迷倒喽！你看你净取笑我。哎，常胜师傅在铺子里吗？哟，你是想他了吧？不是，我脚病又犯了。嗯，你呀是没想他，但是脚想他了，对吧？你看你净瞎说你。<笑>那有什么呀？他未娶，你未嫁，两个人睡在一块儿正合适。 这以前呢，他心里是装着贵家的大小姐。可是玉荣不是嫁给安俊雄了吗？也就只能放在心里了。你说呢？这就是戏词里唱的：“有情人难成眷属。”玉婷，干脆你跟他好了吧。 哎，常师傅，有对不起大少爷，你看我真要去挑水，这没人伺候你，下次啊。哎呀，什么下次？我要查出来，自打上次辛四军伤员的事儿呢，皇军对你是大大的夸奖啊。哟，一定要重用你。哟，你可真是夜猫子进宅，无事不来呀，啊！有什么跟大队长说话的吗？哟，那我怎么跟你说话呀？哦，见了你说话，我还得先行礼请安，是不是？我要不看我妹妹面子，我早向皇军供出你了。我告诉你，你没把我供出去，说明你的良心还没被狗吃光。行行行行行行，别强讲了，说不过你。
说正经的吧，竹内大佐让我亲自来请你去日本军营。进军营？哎，害怕了？别害怕，上次那事之后啊，日本人对你是大大的信任。 事情是这样的，近一段时间呢，皇军一个个的水土不服，脚上全起了毛病，啊，不是烂的流脓，就是肿的透亮，什么行军打仗操练呀，根本不可能了。朱内大佐急呀，特地派我来请你去给皇军们看看脚。哟，那我看不了，他们那是内火攻心，我是一个修脚的，我不是中医呀，看不了，看不了。你随便。 话呢，我是带到了，去不去你自个儿掂量着办，啊。没事儿，我等你，慢慢想呀。华阳生听到鬼子的脚都出了毛病。 他意识到这个时候竹内部队的战斗力是大大减弱了，要是桂玉明他们新四军趁机来攻打南河镇，正是一个好机会。可惜他没办法跟他们联系。如果不去给鬼子治脚病，那竹内支柱肯定不会放过自己。他正愁没理由抓他呢。你要想的很久的话，也给我休息脚吧。 干的这让皇军知道这不得了啊！红色是活着的人，白色是死去的人，这是咱们中国人礼碑的规矩，他日本人不懂。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啊？行了，赶紧走吧，耽误了皇军的事儿，咱们吃罪不起。瞧你那出息！ 报告大佐，长顺请来了。常师傅，常顺师傅，很感谢你能到我的军营里来为我修脚，非常感谢。谢谢大佐先生，能看得起我这个小小的修脚匠。 在你们中国，很多人认为修脚是以下九流，可我却以为这是一门高超的手艺。在扬州，我曾经遇到过一位人称神刀画的老师傅，他的手艺炉火纯青。他在为你修脚的时候，你感受不到刀的存在，却能感受到。 刀的神韵啊，对，太君光临养足堂的时候，曾经给我讲过，他叫华贵峰，是扬州德胜玉尺的大师傅。可惜我没有见过他，没福气跟他学手艺。
张师傅，在你们中国的修脚师傅里头，很多人是不识字的，可你却识字不少啊！我小的时候，家里省吃俭用，供我念过几年私塾，所以认得几个字。我很信任你，所以把你请到我的军营里来为我修脚，以后。 我还要请你到我的军营里为我的士兵修脚，只要你尽力，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我一定尽力，一定尽力。这样吧，你先为种田军修修脚。 脚上长了一个小小的鸡眼，继续。张师傅，我说我这脚这两天的怎么这么疼？ 谢谢你，常师傅，啊，不用客气，只要您感到舒服就可以了。嗯，换这脚。张师傅，你的手为什么要抖啊？ 是第一次给太君修脚，有点紧张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。紧张了，手就拿不稳刀了。你应该是从扬州德胜浴池逃出来的。 你叫华阳生，对吗？大佐，我是九曲浴池的学徒，我叫程顺。你手上的这把刀杀死了我的两个士兵。 在等，等一个承诺的永恒。
从内心最深处为我写。